下，就是说这个深度跟形象的工具。其实网络上我们你不要客气，不要去做深度跟做宣传。那么一般最常见的深度网站，我想因为搜索引擎主要就是那两家，所以大概呢是 Google 跟雅虎。那这两家呢都不用钱，都不用钱。好，雅虎的话呢，除非你像关键字算也不用钱，反正网站很小，现在的品牌就是网址给他。所以其实如果说你会发现，我们刚刚就讲过网络上的知名度啊，您去看看打入您所在地的那个社交东西，您通常的发布大概在哪里？好，你可以把网址登录进去，当然这个登录进去，因为你是要免费的，所以就照排队了。他有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啊，你要给我直接可以查得到？那但是呢，就是会有帮助。那这两台的那个，以前我们查那个资料不是跟那个电话簿嘛，对。现在中华电信网络上也是行业的电话簿，所以原来很久没有拿到那个，有没有发现呢？缩水很多。哦，像我家大理这一块的，本来可能这么厚，现在可能差很多了哈、哦。因为现在大部分都在网络嘛，所以网络这块所以不要忘记了，行业这块你可以去登录的，哦，你可以登录的哈、哦。那再来还有没有？请问有没有听过雅虎搜狐？搞一些好事好多的。其实我发现，好像有几个社交中心也在上面，有几个，但是不多。好，所以其实你可以登录一下。这个登录不局限在说你一定要是网站的拥有者哦。比如说我今天觉得去了这家南溪头这边活动中心，好，我就可以到上面推荐，好，把那个店家的资料打放进去，这个就可以。所以你不见得一定只能用自己的。好、哦，这个是您可以参考一下的。再来还有一个，其实很这个也有不少社交中心有做，不过大多数社交中心做的都是做比较简单的原子，大多数都是提供文字讯。实际上，您可以看一下，可以像热火军这样子，有时候人家想要找我们位置在哪里的时候，你如果没有做深入的时候呢，他通常只会显示，他不会显示这个。它只会显示你的地址，对吧？对不对？但是你的店家就像名称可以直接在上面，也就是说你可以到 Google 去登录，好 ，Google 的地址我们可以登录，那雅虎也可以，好，雅虎也可以啊。那么这个呢，你在登录的时候，它会要求就是电话的那个，就是那个确认，但是它电话一定要是私人电话。连行动电话，行动电话也到了。好，那第二个要聊就是，一定是室内电话。所以其实，反正我们弄虚假的，所以不怕嘛，对不对？你登录之后，以后你在找那个地址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在这边写上这样，而且你还可以加上一些联络资讯啊，好，那些都可以加进。好，所以你看，有没有发现，免费可以广告的地方好多，付费的是没有错，是有，但是免费的更多。好，最后一个都有不要忘记的，大家应该都养成习惯了啊，签名啊，因为我后面大家应该都有签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签名应该大家都认识了，我的也会有啊，好，一定要有，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告的好地方，因为你会联络的人就有机会知道一些开课的讯息。其实你们可以把那个开课讯息放在下面，因为有时候你联络的不见得是中心的人，对不对？可能是外面的学员啊，可是他不见得完全都知道。可是我们可以把那些重点课程摆在签名里面。那每周一个月，请大家更新一次，这样就是下课，这也是主动出击哦。好、哦，主动出击，所以你们可以发现说，哎，其实你只要去善用它，真的就可以增加很多曝光的机会。好，同样都是网军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再来看一下这个社交网军有几个地方哈，您可以做进化的部分。